我们是担心少一块金牌啊，对对，国手都在这里练习了。替溜冰场整件请命，立委张宏禄不断与官员沟通，为的是选手们的生命安全。这边是因为它是一个柱子，所以呢，他们可能撞过去的时候，手去撞到就是手断掉，啊，脸撞到就牙齿断掉。很多选手会有骨折啊，锁骨骨折或者手骨折脱臼之类的，就是都蛮危险的。月初，直排轮国手的板桥江子翠溜冰场曾因为年久失修，造成选手受伤。所幸在立委张宏禄争取经费下，整件铺平，得到选手们的一致好评。不过还差最后一里路。全世界场地这种标准200公尺的场地都是有围板，那只有就是这几块没有，所以围板对选手来讲相对安全很多。为了台湾的金牌，我们希望让我们的选手能够安全，所以今天请体育署来，就是说我们把这个防撞的这个设施能够给它加强，让我们的国手还有小朋友在这边可以安安全全的，然后在这边啊溜直排轮。争取设置围板，张宏禄不遗余力，就是希望选手练习没有后顾之忧。体育署的经费已经是没有问题了，现在就请这个水利局高滩地这边赶快把这个设计，然后赶快给它用好。预算到位，就差地处河川地的溜冰场如何变更设计。眼看围板设置有望，选手和教练都很开心，希望早日完工，给他们一个安全的练习环境。东森水族馆前建豪在新北市报道。